啊，今天终于暑假第一天到了，啊，好累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整理开学书包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需要一个书包，来学校的书包。嗯，好，展开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放一些课本。放一些资料。好，整理书包完成。今天开学第一天，现在清晨四点，我七点要上学，所以要赶快来准备东西。这是第一暑假第一天整理的书包。哎，可是可能会上到音乐课要放直笛，然后，哎，可能会就是有时候上学无聊玩个玩具，然后还需要，哦，可能有时候学校会下雪，放个手套保暖，哦，然后这个啊，对，有时候下课会玩一些钱，然后，哎，不对。班上会有点热，所以放进书包内，然后，好，要带个电风扇，好，去上学。8月29号，明天就30号、哦、要开学了。好，那现在先睡个觉。起床了，今天开学，书包整理好。嗯、啊，8月31号了，我昨天整个睡过去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好饱、哦！哎，要带便当盒，要吃午餐。啊，终于都准备好，我可以去上课。哎，不对，我还没写功课。啊，暑假来写功课。嗯，我们来写小日记。好，然后我要升上8年级了，要写班级座号姓名了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写错了，是8年级。我几班呢、啊？啊，我变成第1325班嘞。然后我几号？啊，有有有，找到我号码。我的号码是12的平方等于22245，80G2。3 4，然后 OPQ， 然后还有 Z， 对，我的号码，新的号码，好，好难记哦，哎，那我需要8年级这个号码，就这样定了，好。